我们来检讨这个古时候哪一个字我名字不知道，也许啊，现在是也许了，也许是不一定的意思了啊，也许是英文相知是对的，但是过去老师也认为音声相合是对的，但是今天发现也许是英文相知是对的，因为这一字之哈、跟和很相似了啊，这个看起来那个和跟之很像，跟他讲讲阿班哥，他叫阿班哥就没有啊，很像，也说不定对，也说不定错了。因为这个《道德经》过去老子只有留两本，一本他是要过函谷关。送给那个官者一本，一本是留在世间的，所以然后对老子的研究有传到西方国家，有在东方国家，因文相知。那么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，音是小声的叫做音，小声的叫做音，声是大声的，像我们听这个录音机有听到声音，或者是我们听到一个讲师在讲，我们有听到他的声音就是声。所以大声一定从小声来的，你有这么大的声，你这个背部一定有小声的，所以大声的是从小声来的，是两种合在一起出来的，所以叫相合，也是很有意思。每一个人，成人是从小孩出来的，小孩是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，最初是从父精母血一点出来的，父精母血是从无底这个人出来的。那么大的一定从小的出来，这个很有意思。那么小的从大英文听到看到的，或者是声音，用这个好像这个比较违背了常理。那么这个音是属于小声的，文是属于听到的，如果全部是那个耳聋的，这唱语言啊，全部没有听到的，你不管是小声或者大声都不知道。今天在讲道理，如果什么讲都讲得很好，如果碰到那个听不懂的，有没有相知不知道，还是要会有听到的人才会产生相知。所以音文相知，今天我讲得很好，就是要你们听得懂，你们听不懂，我讲的再好也没有用。今天我讲出来有声音，如果遇到你们都耳聋的，那也有用没有用啊？我再大声讲也没有用。所以有这个声音呢，还是要有相知来听，这个也是有道理。或者是这个和看起来很像猪啊，所以英文相知看起来这个校正的人才。或者是印刷厂看这个盒没有意思了，应该是猪了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也不一定。所以现在是变成一个谜。别的经典大部分这个字变化的比较少，六祖坛经也有，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比较多。这个字变化的比较多，经过这个解说的人认得这个没有道理，应该这个字才有道理，他就把它改，或者经过在几十年以后又出来一个人认得这个字没有道理，就要改一个。所以道德经到现在字改过了好多种，所以总是了，对的我们把它捡起来，不对的放它去。
你嘛祖祖祖盖的册也是真多，但是祖祖比六祖较出名。祖祖讲结不弟弟，啊、哦、弟弟结不啦。要知影这项物件，就爱这项物件去甲研究。敢像这粒油啊咧，你要知影这个特地的油啊皮甲剥起来，哦，内底有油啊皮，搁甲掰开哦，油啊皮藏伫安尼一瓣一瓣啊藏伫内底，啊搁甲掰开有油啊籽，你着安尼才有法当特地才会知呢。啊，玉珠讲安尼麻烦，咱要会知影这款物件吼，你着，敢若就讲修道人，你着心要甲气掉的，当就知啊。这个玉珠是伫讲啥？所以上头啊，伫道地玉珠的道地，甲这个珠珠的道地伫辩论，辩到尾啊，怎啊两边打台起来演讲呢？因为玉珠也是先菩萨道啊，啊。现人，较早讲现人菩萨，这是印度话咧。祖祖也是先现人，都按两个现人对现人，啊，这差不多拢菩萨界啊，嘛是会伫遐变咧。所以无得来个裁判。那么会认定死甲非，这是就是啥呢？比如愿意认输的人，啊，愿意认唔对的人，才有法度是非当裁判。两个拢无承认唔对咧，甲变甲即摆还可咧变咧。伊两转两个大台了起来，到尾也请个师傅出来咧，请个祖祖甲这个玉祖两个做一边讲一边讲一款。伊讲啊，咱咧得修道要知影，但是像玉祖安尼讲，要知影到明心见性的道理，你必须这物欲啊去掉，爱扫掉。你定着伫这个物欲，你咱这个心永远找袂着，永远袂当明心见性。那么祖祖伊讲。这个要知影物件，知影这个物件，一定爱一样一样来背。所以祖祖是属于渐化的，玉祖是属于顿化的，两个底下的变。所以咱今麦的修道是采取顿化的。好，这个贵我不识，识客有做叫贵我不识。所以一挂修道人讲，那识客有做贵我不识，咱贵来下昼都唔能食，怎拢无食，直接变成两顿尔，食早时啊，甲下昼时啊，啊贵我都无食。趁后十二点钟食食，食食较饱咧，安尼一天吃两餐，那是错的。这个过午不食，就是讲，伫午会到午会迄个，午到午迄个啊，到午会遐，伊就不在伊个红阳期的期限啊啦，那是到白阳期。所以白阳期就是啊，弥勒祖师掌天盘啊，红阳期也是，伊虽然有祖师来讲，还是释迦牟尼佛掌天盘。所以才讲贵我不行。讲究，较早十秒，就是因为咱啊，沙盘受着气的是帮忙真多，所以开放为十秒的黄金。所以多一个气的是那两秒黄金，多一个人是300块尔。所以的功德费是安怎遐悬？人的资格要上天堂的资格是比气的是较好的，所以爱知影这点。所以咱人虽然是来这个人间无职位来讲，将来要成就的比气天神搁较好。所以这点气天神在，伊的功德会比人较多。所以人要做成气天神，那简单呢，几件好事你若会晓捌做呢，将来就气天神当做。是要做较困难的呢，做就要做到亲像讲啊，就要无形无相。你若要做气天神，是几件好事就可以做气天神。所以，咱来好好把握这个做人的这个原则，唔通家己看轻咱家己，我是人尔呢。啊，所以这点要知影。